好啦，你这个泰国咧经营着事业的教务委员蔡宗雄，伊咧整理老爸遗物的时阵，发现老爸当年寄付着人北美的收据，所以伊嘛捐出着52万块的北美，给社会福利团体，要来延续着老爸爸的爱心。教务委员蔡宗雄整理因老爸遗物的时，看到因老爸去年来捐助北美的单，为了延续老爸爱心，决定捐出个52万块的北美和社福团体。他这20-30年来确实都在做，那我想，既然他有在做，应该把他的小爱化作为大爱。这个北美拢是来自台中市农会，品质有保证，就是要弱势家庭吃了安心佮健康。那后续呢？两阶段会针对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，跟我们长辈们提供这个共餐的这个服务，来一起做搭配。主办单位表示讲，爱心北美分享爱计划，估计捐出20000斤的北美，将协助丰都老人福利基金会、国音育幼院等等团体，也希望带动更加侪企业来响应温暖社会。